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小宝谦妈林燕，我是小鱼宝妈田恩。哇，林燕，你今天超像一位出色的长笛演奏家呢。真的吗？你从哪里看得出来呢？从你那个迷人的气质，还有特殊的韵味，以及台上的哇舞台的魅力，哇，真是让我惊艳呢！田恩，你知道吗？妈妈不只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妈妈其实也可以得享生命的自由跟喜乐，还有从神而来爱的丰盛。本周五上午，由妈妈小组联合举行的福音茶会，内容有生命故事，然后还有诗歌见证分享，内容精彩丰富哦，欢迎邀请慕道友一同来参加。对了，林燕，你知道吗？最近这个社会啊，男女关系、两性之间的那个界限越来越模糊哎。是啊，这的确带来很大的困扰跟混淆。所以十二月一号，礼拜六早上10:45，台南福音团契会在我们教会举办一场座谈会。主题就是消失的性别界限，请有报名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来参加哦。星期一以及星期四早上在一百国小有晨光教学，另外星期四在安平国小也有同样的晨光教学。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在石门国小有课班。田恩，你知道吗？我们要常常为这群愿意为主摆上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因为他们带着耶稣的爱，愿意进入到校园里面去。虽然我们不能与他们一同前行，但是相信我们透过祷告能够扶持他们。好的，我会记得为他们祷告的。而且在学校中呢，真的是有这些服侍的人的摆上，真的相信福音的种子就这样子一点一点的撒在小孩们的心中，成为他们一生的祝福哦。另外，星期一到星期三有摩西牧区的出游，哇，出游真的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行程呢。所以我们要为着摩西牧区一行人到外出的出入平安来代祷来守望。也希望天气什么都可以非常顺利哦。今天我们好久没有一起下午茶了。对呀，我也好期待能与你共享下午茶那美好的时光。可是呢，我就觉得每一天都好忙碌哦。可是不止忙碌，也是非常的丰盛哎。真的，我觉得最棒的就是在周间呢，仍然有茶经二跟四。对啊，你记得上礼拜的茶经是什么吗？我就记得牧师一直说17章是下礼拜，所以好像是17、18章使徒行传17、18章。而且这是是燕君传道为我们做专题报告。是哇，好期待那日就是礼拜二、礼拜四，赶快来临，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哦。而且来茶经不只是领受神的话语，更重要的就是若是有软弱、有病痛，也可以小组弟兄姐妹一起祷告、一起扶持。真的，而且在每次的茶经当中啊，真的牧师都会真实的分享在生命里面的那个好真实的一个体会，然后跟我们分享。然后每一天不断的更新，对啊，我真的觉得能够来查经真的是一个神给我们很棒很棒的祝福跟恩典。对啊，真的是读神的话语，真是生命当中最丰盛的一个喜乐。对啊。你是不是礼拜二有去病房唱歌啊？有，每个礼拜二下午3:00以及礼拜五下午3:00，同样在成大医院以及奇美医院都有福音诗歌探访队。哇，你看这样，像你每次这样去唱歌，你觉得你最大的感动是什么呢？其实最大的感动就是当我们到病房里面为他们唱诗歌，那些病人还是他们的家人就会流下眼泪啊，因为是我觉得好像是神真的是触摸到他们的心里面。好棒哦。我还记得啊，有一次我跟着教会一起去探望一个病人，他是一个癌症病患的一个病人。对啊，当我们这样子唱的歌，我还记得那次的歌是这世界虽然有苦难，但是在耶稣里面我们有平安，有真实的平安。我真的是看到他流出那个很真实的眼泪，看到他的生命真的是这样抓住神，然后不单是他得到收获，我觉得真的唱的我们就是感受到那个神当下充满的平安跟医治。我觉得那样子的
一个生命很真实的一个互动，那个经历真的是好棒哦。是啊，其实真的我会觉得我们真的是非常有恩典跟福气，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得享这样满满丰盛的生命的爱。嗯，对啊，再提醒一次好了，是几点呢？礼拜二下午3点在奇美医院，礼拜五下午3点在成大医院，请弟兄姐妹也要为这一群为主传福音的弟兄姐妹来。对了，礼拜二啊，不只是有下午的医院的探访，对，还有啊，就是晚上现在开始，牧师在筹划我们的圣诞的歌剧哦，好期待。别人今年的圣诞歌剧是什么呢？是挪亚方舟。哇，挪亚方舟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圣经里面非常有蛮有恩典一个气氛的故事，真的就盼望在这样子的一个很有震撼的一个神的话语当中跟神迹当中，我们可以更多的体会，而且不只是我们，也是邀请就是来参加的人，他们可以感受到真的是神在这个新的世代当中要做一个就是挪亚方舟的一个故事，是新的故事就要展开，而且啊，真的就是啊，让我们每次在练习的时候啊，透过牧师这样子的一个创作，从神而来的一个感动的时候，哇，真的是正在练习的我们都觉得非常的 touch， 非常的真实的收获。对，所以礼拜二晚上7点半，请参加歌剧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来参加练习哟。今天你知道那个瑞富义治中心是怎么样的一个机构吗？瑞富义治中心它是有一群很多的孩子，然后他们不只是在肢体上，或者是在生活上，他们有困难的一个单位。哇，在本周三呢，保罗牧区会到那里有一个福音的事工，那真的是很需要为他们祷告哎。这一群弟兄姐妹，他们非常有爱心，去不论是帮忙他们喂食，还是在复健上，都是付出他们的时间跟他们的体力。哇，真的好棒哦！在礼拜三的晚上啊，7点半呢、有儿童喜安的合唱团哦。对。你的儿子有参加吗？有啊，他有来参加练习。真的喜欢。他们还蛮喜欢来这边，大家一起学习音乐，而且不只是在合唱团练习，他们更是有能够很多的好朋友会一起玩，这是他们最开心的。难怪那天你的儿子就看到我问我说：“阿姨，你会唱 Are You Staying 吗？”我说：“哇，他怎么知道这个拉丁文？”对，所以这就是喜安合唱团有这么样的专业的歌曲老师来带领。爸爸妈妈和小朋友要记得来参加哦，晚上7点半。对，你知道吗？我们是约翰牧区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宣教单位是哪里？记得吗？宣教单位是启聪，启聪学校。学校，对，没有错。其实我们到启聪学校去陪伴那些孩子，真的是每一次回到教会里面，就会想到他们可爱的眼神、喜乐的表情，我就觉得虽然他们听不到，或者是有重度的听障，但是当弟兄姐妹来到他们当中，他们就会很开心的跟我们互动，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好棒哦，幸福的感觉。对啊，所以本周三也有约翰牧区的福音事工，请约翰牧区的弟兄姐妹要记得要把握住机会，7点15分。在校学校的穿堂一起来练习复习手语，不会手语没有关系，只要你愿意加入，我们相信是这个最好的祝福。重点来，不会手语也没有关系、没有错。对，好，那在礼拜三晚上7点30分也有彼得牧区，他们会前往南坎教会，有福音施工，一起参加他们的聚会。哇，真的好丰富哦。在同样7点半呢、台南大学有门训课程哦，这一周是福音布道会。对呀、我看见有参加课程的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为着这个福音布道会啊，他们就很积极的来练习诗歌、练习乐器。哇，真的是要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跨出教会去传福音，能够真的对呀、有一个走出去的宣教，好棒哦。对，这个是特别的课程哦。这礼拜五我们要做什么呢？礼拜五早上在协进国小的晨光教学朗记、刚刚有讲过嘛，对不对？没有啊，礼拜五，礼拜五是协进国小的，9点半呢、有雅歌，在雅歌厅有妈妈小组的联合茶会，福音茶会哦。是，就这
次的主题是从破碎到自由，所以呢，真的是邀请慕道友的妈妈能够一起来参加。我相信一定会在聚会里面，在整个献血当中，能够认识到什么叫做自由。真的，从这样子一个转折当中经历神，对，自己就很喜乐。有啊，我每次都觉得好享受哦。嗯，其实教会祷告会是非常特别的，不是为着单向的事情来代祷，而是就是还是说主里的传道人他们会透过诗歌，然后让我们很尽情的流露在敬拜当中，就觉得那是享受圣灵恩膏那种浇灌的满足的感觉，就在一个神的同在当中，我们真的是哇。不用好像很例行性的为很多事情这样子的祷告，而是就是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然后被神触摸，这是一个很棒的祷告会。对啊，所以就是为了这样祷告会整个圣灵的一个运行的预备，所以要鼓励来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姐妹，不要9点半才来，要提早10分钟，我们要有预备心，然后一起为这个祷告会来祷告，就是让整个，无论是真的是在领受信息当中，在我们的敬拜赞美当中，就有神的同在。嗯，好棒哦！另外啊，在本周六，下午4点和晚上7点。有英气合唱管弦乐团来到我们教会哦，在大会堂。一年一度的英气，对啊，这是国家音乐厅级的享受哎，而且就在我们教会，真的。那因为为了就是要让就是接餐营的小朋友能够跟着家长一同来参加这么丰盛的音乐会，所以呢，这次接餐营的时间有提早哦。哦，你知道时间吗？不知道哎。我时间是礼拜6下午2点到4点，所以呢，就是请有参加接餐营的弟兄姐妹的小孩一定要记得提早来哦，不然就可惜了。啊，对啊，刚刚说到英气合唱管弦乐团啊，他们不仅是国家级的，他们真的是在神面前摆上的，不只是有就是从神来那个恩赐跟专业，对啊，我觉得最棒的是他们就是为神而献上，对，跟很多就是国家级的是不一样的，对啊，相信他们是被分别出来的，对，所以他们的音乐会带着从神而来特殊的恩膏和祝福，对，要记得在大会厅，我们会非常期待，真的是这场。音乐的想法，音乐的准备啊，棒！因为你知道吗？我们教会真的是，如果有年长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圣经补习班，真的。对，那一群年长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就会用台语来分享圣经的话语，而且。真的是在他们的团体里面啊，能够感受到弟兄姐妹真的一起扶持，一起享受在爱里面那种很满足的感受。因为那时候我们家里面的爸爸妈妈还有阿公，都曾经帮他们来参加过，然后看见真的是他们不会因为年纪很大，然后就觉得说好像在知识啊各方面就跟不上，嗯，就是他们。用接纳、用爱、用神的话语来分享一下，真的好棒哦！这让我想到，如果当我老的时候，还可以这样子很单纯、喜乐的在教会，然后有这样子的一起，彼此就是读神的话语，我觉得真的是好。然后哇，我们分享到我们以后年老的时候，也可以这个画面，好棒哦，好美哦！所以是礼拜6下午3点。圣经故事班，所以有家里面有年长的，一起参加。哎，3点呢、也有一个英语部聚会哦，你有参加过吗？没有。这次的英语部聚会啊，邀请到 Susie， 就是林淑熙姐妹，是。然后这次的主题啊是 Study Bible。哇，真的是非常期待能够来听听他们在分享。对啊，对，好丰盛哦，就整个教会都在神的话语当中被建造。对，就是。很扎心的事情，对对。哇，林燕，我都每一周好期待你的手语教学。手语教学，其实田恩你知道吗？其实手语教学，不只是
你期待我的手语教学？对啊，因为我都学都学不会啊。哦，原来是这样子。其实不用担心学不会，我们透过每一次的手语单字就可以慢慢的累积。其实可以透过每一次的手语，能够更多的不只是手语哦，还有英文，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不同的金句版本，能够让更明白到声音对我们传讲的信息。嗯，真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里面的手语金句教学影片。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本周要来学习的手语经文呢是诗篇八十四篇第七节，他们行走立上加立，个人到席安朝见神。我来做一次分解动作，他们就是在左边画一圈，他们行走就是两个腿，然后就是这样子走路行走，立就是有力量，立上就是加，就是两个拳头，然后把它加像一杯水，然后倒到另外一杯水里面加力。他们行走立上加力，个人就是食指，然后就是在手另外一手的手掌心上就是点两下，个人就是在你的眼前写一个人字，到呢就是就是指尖碰到另外一手的掌心，到席安就是席，它是一个金字旁再一个容易的易，所以是手语拆解成就是戴戒指，然后呢就是在另外一个手掌心上就简单的画一个，就是席安就是平安的安，朝见呢就是一个人，然后就朝拜就是跪拜朝见神。诗篇八十四篇第七节，我们做一次连续动作哦。他们行走立上加立，个人到席安朝见神。这是本周的手语经文，希望大家弟兄姐妹能够将每一个单字学习起来，这样子使我们的生活会更容易记得每一个词汇。我们下周见，拜拜。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新春中嗨嗨。本周的英文金句呢是在 Psalm 84 verse 7， They go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Till each appears before God in Zion. 诗篇第八十四篇第七节，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在这个句子当中呢，有几个单字，第一个就是 strength 力量。Go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呢，它是有不断壮大的意思。所以说呢，They go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就是他们行走的时候呢力量的不断增加的意思。然后再来第二个单字呢就是 each 就是 each person， 就是每个人的意思。然后因为它是第三人称单数，所以它的动词就会加 s 哦。然后还有呢就是 till 是 until 的意思，这个大家都很熟，就是直到。最后一个单字呢就是最后一个单字就是 appear 就是出现， appear before God 呢就是在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常听到它的反义词就是 disappear 不见了，好，就像吴杰胜不见了。好，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再来复习一下最后这一句，我们再来念一次，就是 They go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till each appears before God in Zion， Zion 就是锡安哦。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我好像说，你知道吗？我们今天，今日活动，今日还说，今天有什么活动啊？今天有最棒的活动啊，就在今天。对，今天下午有公园音乐会。对，而且是由我们教会最资深、最有荣美的摩西和以利亚牧区。对。
所带来的哦。嗯，他们的表演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活泼，真的好可爱哦。对呀、啊，而且在现在的天气这么的凉爽，我们有提早哦4:15就开始，千万不要错过哎。嗯，不然呢就可惜了哦。这可是今年倒数的哦，倒数的哦。好好好，就这样了。今日活动，今日你忘记了吗？今日哎。最新鲜的哎、欸！哇，我记得最热腾腾的哎、欸！今天下午就是有公园音乐会呀、啊，没错，而且这次的公园音乐会啊，是由我们教会最资深、在神的里面最有荣美的摩西和以利亚牧师所带来的哦。对呀、啊，知道吗？其实摩西、以利亚牧师他们是一群非常有活力、非常有喜乐、哦、可爱哦、积极的，在教会里面真的是成为很好的榜样。姐妹，每次看到他们现世都觉得哦，喜洋洋哎！难道你又想到你年老的时候吗？嗯，不要笑，要记得哦。现在已经开始，天气渐渐的，很快就。对啊，赶快去哦，赶快去公园音乐会，4:15快、欢迎弟兄姐妹驻足欣赏。哎，林燕，你最近有？量身高体重、量血压、做体检吗？你身体还好吧？我觉得我的年纪需要量血压吗？应该要吧。真的哦。对啊。那我们家没有血压计耶。真的。要好好把握机会哦。是。每周日啊，第三堂跟第四堂啊，在一楼全员大厅都有医疗团队为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哦。那我一定要把握机会去量量看，真的血压有没有正常？对啊，除了量血压之外啊，你可以就是把握机会，可以有医生哦。你知道医生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对，我有看到，不只有量血压哦，有时候还会有检查医疗的咨询。对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们。要把握这个。超棒的、还有啊，就是你知道吗、我们每周的主日有 DVD 录音，对，所以呢就欢迎弟兄姐妹可以上网登记、还有包括小组聚会的教室也是哦。对啊，就是要善用那个网络资源。对，教会现在小组好多哦，然后要借教室好像有时候都会来不及，所以呢、你知道开放网络借用的时间吗？哦，我不是很会用哎、下午4开始开放网络登记教会的使用。嗯、好棒哦，真的这样子善用工具啊，让我们在凡事上都会更顺利。嗯，这是非常好的。若是在我们当中有新朋友，欢迎加入我们的牧区还有小组。真的加入小组的时候啊，彼此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互动、感受到在神的里面那个爱的连结非常的扎实，非常的紧密，感受神真实的爱，对，非常重要、所以若是你有不清楚的呢，可以到一楼会堂洽询。真的谢谢你的观赏哦，我们下周见，拜拜。的头，伸伸你的腰，甩甩你的手，动动你的脚，抛开一切忧虑和所有的烦恼，就从现在起要欢喜和跳跃。耶耶，我们来赞美主。